庆祝新年，香港佛光道场日前进行岁末围炉活动，将近3000多名的佛光大家庭成员以及亲友法师齐聚一堂，场面热闹之外，当天活动中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前来感受这热闹氛围。我们也感谢每一位义工菩萨哈，也不是说这年，应该说好几年好几年都对道场的护持哈不遗余力啊，也可以说大家对佛法的不忘初心呢，啊，这个是我们要啊特别感谢大家的地方。不只是舞台，台上精彩的表演也是轮番上阵。过程中，新宝和尚也与佛光人们一起参与抽奖活动，现场非常热闹。在这岁末的时候，我们办岁末联谊，最主要的是要感谢我们护法功德组，我们所有的佛光义工们，在这长年来对香港佛光道场以及我们的佛香讲堂的护持。华人一年中重要的围炉，象征团圆，香港佛光道场举办，也感谢所有佛光人的用心护持。活动尾声，永护法师也向参加的人为全球新年送上祝福。人人行山好，世界更美好。人间卫视香港综合报道。